喺比赛入边，学生使用嘅燃料都系一啲环保能源。能源的需求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同样我们需要这么多能源，看我们怎么同时能用能源，而且找出不同的省能源的方法。比赛将会在4月25日在美国德州休斯顿举行。新时代电视记者吴俊乐报道。好啦，我哋第一部分嘅新闻已经为大家报道过啦。一转翻嚟，我哋为大家报道其他全国以及国际新闻。智利北部沿海发生8.2级地震，并且引发小规模海啸，当地数以千计居民需要紧急疏散。总统巴切莱特已经宣布北部为灾区，并且派出几百名嘅军警察前往该区协助。联邦保守党的名国会议员涉嫌不适当地在一个新选区争取国会议员候选人提名，遭到选区协会的投诉。总理哈帕已经指示保守党全国委员会进行调查。爱惜自己部 SUV 的人士成日都担心车尾门好易刮花，将加拿大所有车房楼底升高，暂时难啲啦。所以我哋为 Chevrolet Equinox 配备可选配嘅可预校开启高度电动车尾门，喺 Honda 车上边系揾唔到噶。Chevrolet Find New Roads。奢华，优雅。平息凝神的美丽，美食天堂的盛宴，品味来自真正的繁华。精彩刺激的娱乐，通往拉斯维加斯的独特新体验。Total Vegas。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全无预定的广告，全无预先计划的路线，胡枫、谢贤、Joe Jr. 一同到西班牙及葡萄牙走一趟。50年前我们大家一起去旅行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三个小生去旅行，4月7日起，星期一晚上11点。红罐美人鱼鲍鱼之三个小生去旅行是由澳洲美人鱼烧花红罐清汤包赞助播出。马小姐，嗨，二手多多冲咗几多咖啡咯？我唔理你同马小姐有啲咩私人恩怨，都要暂时放低。咁你落门，你又话要做嘢，阿知人家房又冇得瞓，真系咁巧嘅吓？佢系同你瞓，又唔系同我瞓，你问我做咩？咁床系可以换，房可以分开嚟瞓，甚至乎生活方式可能唔同。爱回家，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闷闷地揾啲嘢搞下好喎，去唱 K 啊！我强项啊！哇，你把声好掂喎，冇理由净喺房仔唱嘅，要唱啊，梗系上大舞台唱啦嘛！我知新秀歌唱大赛开始报名啦，嗱嗱声攞份 form 填咗佢参加，唔好嘥咗你把靓声啊！